主料，高筋面粉250克，蛋白150克，酵母3克，奶粉15克，辅料，黄油10克，盐2克，糖10克，紫薯馅12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把主料放入面包桶内，开启和面功能，分揉成团即可，进行发酵。发好的面团撕成小块，放入黄油、盐、糖，再次和面30分钟，取出面团改成长方形，中间铺上紫薯馅，往中间折起来，再擀开，再往中间折起来，再擀成长方形，切两刀，头上不要切断，编好辫子，放入面包桶进行发酵。发好的面团刷上蛋液，烤30分钟，烤好的面包取出放凉切片。烹饪技巧，蛋白的多少根据自家面粉的吸水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